谁是新手？开台打架，开台见真章啊！嗯，开台见真章，告示牌，我需要告示牌，有告示牌，开台喽！隐约那个声音好像那种狗狗在喘气的那种，对，就这个。来告示牌，我还没开台，等我开台。告示牌，来告示牌，告示牌，我开了，我开了。隐约自从跟你们住以后，它坏掉了。没有，越来越不是坏掉了，这叫做本性好不好？我们把它开关打开。哎，谁开发它了吗？没有，那个哈基开发的啦，所以哈基你开发了愉悦，对他开发愉悦，让愉悦现在变疯疯的。没有，就是你们都让愉悦很晚睡觉关系啊。愉悦被玩坏了，杰克最近也怪怪的，被玩坏。哎，团团走开了，我的跳杆都断掉了，走开了。超想让他忘记换，可以啦，这高斯牌可以啦。我记得还有一个方法是后面放一个。那个物品展示架，然后上面放一个东西，让它一直转。还有，你放上面这里放箱子，然后箱子上面再叠一个方块，让箱子打不开也可以。对，哇，打团就是要让他手卡住开始了。我们今天要去海底探险，好，大家有装备吗？ Yeah, 我没有水下的那个装备。为什么要他没有？上次不是他有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上次你们没发给我，没有用完，没有用完，还没完。好，那他就先弄啊，先弄啊，然后我们有那时候还没发好，你们就急着结束了。哦，那就去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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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弄你的。我们要酿造药水，嘿。我上次弄了，我没有等级啊，我跟。哦好，钓鱼啊。钓鱼机，消失一样，钓两个小时，来吧。我要钓，我要钓。我觉得喵他断线。想看布布，不行，楼上太热了，没有布布看。喵他是不是断线了？哎，喵他断线。打一下喵他，你打一下喵他，打一下喵他。我要战云。打不到，我还没打到，可恶。喵他被切断了。你要站前面一点，站前面一点，站在前一格。他站对了。对啊，你刚好站在他那一格就有了。没开发。我们先等喵他回归。我很久没发开台文了呢。我也很久没发开台文了，我已经有快三个礼拜都没有发一周行程表了。对。哎，喵他回来。之后下个礼拜开始就要来发了。我其实应该要来发一下的。对啊。嗨。哦，他是正常的。他会动吗？肚子不能。哎，不会啊。哦，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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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No Voice， Yeah。前 DC 下午的时候也坏掉，也爆一次啊。对啊。但是你没有。Black。啊啊哈哈！二零四 G 四。二零四 G 四 SU 三 A O 六 U 点三。烦恼。还好你不知道。今天的人只有这些，不要再问有谁有来，有谁没来了哈。来，我现在 tape 给你们看，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不会再多了。然后我把喵他保护起来了。你要死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才没那么坏嘞。所以你们现在是要继续钓鱼吗？我现在可是为什么喵他要一直打英文？他可能打不出来吧，他连中文都不能打了。啊对啊，太屌了，嗯，太惨啦。可是他不知道可以打中文，嗯，应该知道吧？问他，在呢。他看到团团打中文，应该可以知道打可以打。你怎么打他？他为什么往旁边钻啊？附魔台在哪里？哦，在外面。在外面对。嗯，附魔台在外面。他不怕、啊。他为什么往旁边钻啊？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干嘛。他直接挖出来就好啦。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哎、欸，小雨说药水你放在哪里啊？右边箱子玩，箱子里边下面的箱子。哎、欸哦，好多哦。哎、欸，对，哈基，嗯，右边没有我。啊、嗯，右边没有你，因为上次我是之后才进来的。啊，上次繁星啊，死掉之后就会有了。假赛那雨月嘞？真的吗？那雨月嘞？掉一次就会有。我在最底下。那是积分板后不知道吗？死掉就会有了。那我死一次，啊、你要死一次。那繁星过来吧。哦，开，那我不要，我不要在隔壁。来啦，我要在旁边。来啦，走开。来啦，来啦，走开哦。来啦，走开哦。你杀我，我会学你叫哦。我只是想要趁机打你。我会学你叫，不要逼我哦。学你叫，反正平常都学我叫了。学你叫，他是学你叫。我要平常都学我了。我会学你被杀的叫声哦。我被杀是怎样？喂喂喂喂！哈哈哈哈哈哈！走开了！这个
小鹿真的收得到哦。哎呀，要死掉了啦！没关系，哎，对好，我会喷砖，我要先把砖放在箱子里、啊。要死掉了，明明就好好的。先把砖放在箱子里，不要吃东西，不你别吃东西啊！我帮你啦，我帮你，我帮你，来来，箱子放这，你过来啦。不要，你回来，我要打你。哎、欸，那你先杀鱼，又再杀我。繁星，你真的飘向北方了啦？是北方吗？是哦、喔，你真的是往北方走啊？你自己按。F3 我不要阻止我你快点回来我要打你快这人怪怪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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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怪、欸、怪是有这个东西、欸、我要踩这个我被其他东西吸引注意力那应该打掉然后沿路乱喷让你去吃才对你在讲什么东西甘蔗啊自己把土给堵起来好啦回来啦回来啦不要啦不要啦不会打你，不会打你。我不信，我不信。他第一次接连不进来、欸，真的啦，我真的不会打你。什么叫我今天没有放昨天的照片？什么照片？他只是想说要看，他只是想看给自拍照吧。你不要再追了，有买？对啊，我们可以骑回家。因为他 DC 完全连不进来、欸。没有安 QQ， 那怎么办？今天喵哈要变成 Kitty 猫了，没有讲话，讲话好坏，好难过，完全不能讲话了。你不要再追了啦！啊啊啊！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你后面？我 F 五啊！靠背！有你绕回去，你绕回去了。我的目的只是要把你赶回去。赶猪哦！哎哎哎哎！他是在赶兔子啊！喂，喵，他打赖给那个哈记吗？他说他不能动了。然后啊？为什么？啊？你还会不动？没挥到啊，不用怕，挥到就不好玩了。DC 进不来，我。怎么用、啊？还是换 DC 换伺服器？可是我跟你换，你在里面呢、欸。小僵尸现在会烧起来哦、喔，现在连那个太猛了吧？不然叫他整个 DC 哦，对，小僵尸都跟连关掉再开。感谢工作人员关掉再开才行。嗯，我在逃命，对不起。也是没有换那个，没有，真的不会打你，我拿红萝卜。你喊萝卜，我也不吃萝卜啊！来来来，你还在我面前吃萝卜？来啦来啦，走开啦！不然你要吃什么？有了有声音，我要吃洋芋片。今天没有，没有，这里没有洋芋片啦，马铃薯啊，洋芋片。喵啦啦，喵花刚应该是调那个日本的关系哦，调香港就有了。哎、欸，等一下 ，DC 好像有嘞、欸，哎，有啦，哦，白痴哦、喔，来啦来啦，我们会不会回不去啊？我, 我也觉得我怕我们回不去、啊，你不要再追我喽，我们一起回家嘛，可以跟我讲一下现在在干嘛吗？团团在，赶快先付装备啊，团团在追我，不是啊，我就我刚刚整个被霸凌，我完全听不到你们声音哎、欸，没有啦，然后还没打，没人理我哎、欸，我好难过、喔，下沉好慢、啊，然后还。被别人埋起来，上面你又拿斧头，这是好痛耶！把你埋起来，所以你知道下面是漏水的吗？自己下去看。所以我就是把那个团团调日本调的香港就可以讲话了，应该是跟日本冲到。你真的来过吗？不是啊，等一下，我没等级附魔啊。钓鱼啊，你去挖矿啊，挖矿啊，挖矿，去地狱挖石英矿，很快就可以有等级。我来到。他会说我好懒，不行，这不能懒。我想过游戏，觉得心情不美丽。没来过啊，非常不优。而且我刚刚已经整个把我的 OBS 都关掉了，气死。这个你也没办法，这个也不是我们弄的啊，这个是系统的关系。那是日本弄的，那是日本弄的，祖国弄的。要怪怪，怪。DC 吧，我没有说名字哦，我没有说名字哦，我只说简称而已。嗯，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耶？那个奇妙的，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铁矿？没了，好像没有。有啊，再去挖。发烧了两天，总算有点退烧了。感谢谢定，也没什么东西，赶快去休息啊！还看台，去休息啊！好啊，哎，对啊，哎，哈记，哎，怎样？我的死亡次数有问题啦？没有啊，
有吗？没有啊，就这样吗？没有啊，屁啦！我最好死那么多次啊！没有啊，我看是正常的啊，才不是嘞，这种不正常吗？才不是嘞，你们给我过来，找到我。我的确现在是迷路状态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 ，scoreboard， 所以团团聊几次？一次。你只有十一次吗？对啊，我只有十一次啊。是吗？应该吧，应该只是吗？是吗？嗯，一次哦，好，好，好，随便啦。你这样讲的，你刚刚讲的。我说一次，你刚刚说十一次啊？是啊，没关系，你刚刚说十一次，对啊，嗯，没关系，可以，可以，这个是，还能接受，还能接受。为什么那只要来咬我？哪一只啊？红鱼。咬回去，咬你在干嘛？他在咬我啊！哦，打他！嗯，哦，他飞高高嘞，因为我们都没睡觉啊！哎呦，哎呦，一群不爱睡觉的孩子 ，YouTube 不都不用睡觉的吗？对啊，来叶妹过来，叶妹，叶子妹来，叶妹，有妹妹的，叶妹来。妹妹没来，对面大家都可以有妹妹。没来，你只要不睡觉就会看到了。哎，我没有盾牌，我什么时候没盾牌的啊？盾牌哇，你怎么爆了？哎，你爆了？哦哦，我盾牌拿下来了，白痴哦！哦，白痴哦！我白痴哦！哦，白痴哦！白痴哦！太多怪了啦！哎，还我突然想起来，我为什么没等级？我上次是不是摔到断崖，然后那个团团丢了一个会飘的东西？哦，对对对，我做会飘的药水给你，你慢慢捡。然后你又捡回来，有我弓箭，我有弓箭，哎，射不到，射不到。我刚刚其实应该拿这个射你就好，我干嘛还要打？我怎么知道？我刚刚才看到，这个就很奇怪。稳来，哦，知道了，来打洞，来，哎耶，我要勾他，可恶。好邪恶啊！我做一把剑。我们如果去打中介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打中介使者？不要顺便找啊！我们就今天就去海底探险，边找然后边在附近。呀，我勾到他了！你勾到谁了？他有没有那个？他勾到叶妹了，他勾到叶妹。来，你钓到妹妹了？对，我钓到妹妹了。你有妹妹了？哎，你在放风筝哎？哎，超像哎。风筝咬人呐、啊！这风筝会动而已啊，这风筝会动而已，好像哦。在晚上放风筝呢、欸，天啊！对吧？他在晚上放风筝哎、欸，好巧哦。哎、欸，现在七月，好像不大好、欸。走啦，走啦，走吧，走吧、啊，走啊、这样带回家好了。风筝走。再做一把剑。哇，这风筝好痛哦！这风筝好脆哦！你被风筝撞到了吗？风筝有力量吗？等下，风筝原来是被放风筝吗？断、欸、了，断、欸、掉了，哎哎、欸欸，线断掉了。我要播那首歌了、哦。断线的风筝，太远了。断了的线，真的、欸？那断了的线，对不起。哎、欸，谁？唱错了，唱错了。啊，暂时。啊，回家，回家，怎么回家？啊、被铁了，有了有了有，我记得那座山。好，走。等一下、啊，真的快死了。哦，是啊。我要吃生鱼喽。一剑。哎、欸，吃生鱼会怎样吗？一剑一雕。吃生鱼不会怎样啊，可能顶多你身体会长寄生虫，然后你的 skin 外面开始会出现寄生虫，然后我的眼睛会开始突出，太可怕了吧！对对你站在屏幕对面，我看到一张的，听起来很有怎样好啊？打他，打他，想做什么？你又要学猪叫了哦？啊，你啊？哎、欸，没有啊。如果你们要去那个的话，你们不是要多打一点那个烈焰粉还是什么？对啊。要啊！哇，我不能打安德，我有燃烧剑，糟了。我拿斧头，跑掉拿斧头，拿斧头。哎、欸，我也要吃生牛肉啊！我分你生鱼啊！好啊。嗯，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哎、欸，我说到这个，我之前就好像是跟哲平聊天，还是跟谁聊天，忘记。然后就讲到说，最近不是都一直在学猫叫嘛？嗯。然后我就说，会不会哪一天就出，就我们就来拍一个废片，就是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咕咕咕咕。然后就当天晚上，我看 YouTube 影片就有抖音的广告，是一起学猪叫。我也是。对啊。超刚好的、欸，好扯。已经还有那个人用过了。对啊。你知道还有粉丝咪有说一起学青蛙叫。一起呱呱呱呱呱！哎呦，拖鞋不见了！
可能你脱鞋不要先放在房门里面啊。不用啦，不用啦，我相信他不会啦。就他现在都不讲话了，这样对不对？他已经离位了，他已经离位了。对，打战离，战离 ，O U O， 实况台表示，这边都好了、欸。采采东西，采。有好多。你要种回去吗？我种回去了、哦，没差吧？哦，对对对，对他们很好的。